让我们欢迎林俊杰老师。你今天要表演的才艺是？林俊杰。那那三个姐姐会是长什么样子？我练习成林就有十年，而今年刚好是我18岁。我想要在中国达人秀的舞台上，作为我成年的第一个挑战，能够把我最完美的一面展示给每一个观众以及老师看。可以开始你的表演。有请6号选手张俊华，他是从第一集到现在我最喜欢的歌手。哇，超厉害！我们三个就像傻子一样。哇，佩服佩服。这是我一直以来我想做的一个舞台。